们是精灵家族。嗨，朋友们，珍妮姐姐来喽！嗨，我是罗罗，我们是精灵家族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了塔游旗舰店，请问这里面都是奥特曼？奥特曼，请问罗罗喜欢奥特曼吗？喜欢。我跟你们说，罗罗可是奥特曼的大粉丝哦。是不是？我是索塔的大粉丝。大粉丝。索塔。哦，索塔就在我们的身后，那我们先去跟他打个招呼啦，走。Hello。 你看，珍珍姐姐，我像不像一个切刀？哦，不对不对，罗罗，你打反了，应该是哈，螺丝立体波动。嗯。请问佐塔的这一个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棒？是。好，请问罗罗，你觉得佐塔奥特曼在所有奥特曼里面排名第几呢？第一。第一吗？据我所知，好像不是第一哦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谁？这个问题，我们去看看排行榜。你知道排行榜在哪边吗？在那边。带我去吧。排到了第三名，第三名也不错了，罗罗。你看，第二名是迪迦奥特曼，第一名是赛罗奥特曼。赛罗奥特曼也不错呢。啊，当然啦。不过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找赛罗了？是。你知道赛罗在哪儿吗？在盲盒里。哦，我知道盲盒在哪儿，你跟着我走吧。小火车，咚咚，好喽。哇，我这里呢是红色的奥特曼盲盒，我这个是蓝色的奥特曼盲盒，那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。哦，感觉好像很有挑战性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要选择这个。我选择这个。哎，我们两个选的位置是一样的哟。希望是刚刚第一名的赛罗奥特曼。你希望是谁？我赛罗。你也希望是赛罗？赛罗好像是隐藏款哦，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在这里的虚线拆开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拆！哦，我的是谁？梦比优斯奥特曼，我来帮你拆一下，看一下卡片。哦，欧布。是欧布，把它组装起来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个底盘。哇塞，好开心呀。拆开。露露，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你看这个后面是什么？印章，对不对？哇，想不想跟我一起印上我们的奥特曼呢？想。嘿嘿，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，你负责一面，我负责一面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打开。哦，我们要用到印泥。轻轻的按压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。三、二，面对我们。按下去吧。 Perfect。 哇，我好喜欢我的印章啊。你呢？我也好喜欢我的印章。他在学我。可是罗罗，我们两个都没有人抽到赛罗奥特曼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你听到了吗？是在呼叫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去救援吧，冲啊。罗罗，赛罗和贝利亚已经在对战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快按键键，姐姐。哇，我明白了，帮赛罗找到警备队的成员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哎，哇，天哪，罗罗快！
是警备队成员的贴纸，你能找出哪一张是警备队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火焰战士。哇，警备队成员第一名，寻找成功，剩两位哦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我们走吧。洛洛，你找到了吗？这快快快，找找哪个是警备队的成员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是禁止提示。哇，第二名警备队成员找到了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哇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加油哦。 Let's go。 洛洛，我没有找到哎，你呢？我也没有找到。可是整个店里面只剩这里没有找了。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不是最后一位钢铁武士吗？这里就到这里啦。罗罗，喜欢奥特曼吗？喜欢。再问一次，特别喜欢吗？对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和我们一样非常喜欢奥特曼海明，就留言一；如果喜欢奥特曼盲盒，就留言二；如果喜欢奥特曼贴纸，就留言三；如果喜欢我跟罗罗，就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，拜拜。